One of the aspects of modern ways of thinking is gender equality. And one of the traditional ways of thinking is that there is a difference, a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men and women, and a hierarchy. Men are higher than women. So in the monastic traditions I have studied in India, these were all monks, Hindu monks. They would not allow women to become a nun. And that goes against, say, this modern ideology of equality. Now, what is the Tibetan view of the role of men and women in religious practice and in religious organization? I看那个 就是大乘佛教当中也好，就小乘佛教当中也好，那么这个延伸出来的话呢，在藏传佛教当中，大小乘都是融合一体的，就是这么一个佛教。在这个佛教当中，应该平等的理念呢，特别适合现代人。就是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佛教当中，比如说这个出家人呢，就是男的也可以出家，女的也可以出家，而且这个术数的。 这些戒条方面呢，就是虽然这个女性多一点，就是女性这个，比如说受了这个比丘尼戒呢，就是女性的戒条多一点，但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原来我们也就是研究过，研究的过程当中发现，就是当时为什么是制定它的女性的戒条多呢？可能女性在平时的一些，包括她的一些这个心态啊、浮躁啊、烦恼啊。 对这方面是比较多一点，就后来就是在研究过程当中的话，那就是发现就是，我们世间人当中呢，虽然就是大多数的女都是跟男的一样的，但是在游戏方面呢，可能就是心胸狭隘，就嫉妒心强啊，就是这方面有一些，除了这个以外呢，不管是在戒条上，然后在他的这个待遇上呢，就是佛教是完全是这个平等的，不单是，这个。 我们这个男女都是平等的，而且所有的这个众生，就是追求快乐和避开痛苦方面呢，就是完全是这个平等的，都有这样的感受。所以佛教呢，应该是就讲完全是这个平等的。当然，佛教讲平等呢，就是不一定就是佛教都全部平等的，因为我们的这个男性和女性的这种能力啊，就是他的爱好啊，等等等，就是这个是不仅是。 佛教徒就是世间人当中也是一般来讲就是男女的这种能力啊，就是包括他的一些，这个智慧啊，就是都有一定的差别。从世界上，就是一些国家的这个元素也好，就是获得奖者也好，从他们的角度来讲，人数是既然相同的话，那可能男性就是对世界做出的贡献呢，就是应该男性的人就是比较多一点。所以我是这个认为呢，就是佛教当中完全是可以讲。 讲这个平等的，那么既然佛教当中这样讲的话，那藏传佛教是完全是印度佛教的一种这个范本，就是就没有变味，就是应该完全按照这样会执行的。Well, in India, the emphasis in the monastic tradition is that women have a reproductive function and actually cannot do the meditative practice. And I think, to be honest, that in Buddhism there was a long time of rather marginal phenomena of nunneries and so on, that it is only a modern phenomenon to have more nuns in these traditions. So I'm just still not entirely convinced that there is this idea of equality. In India there is no idea of equality, it's an idea of hierarchy. And in Catholicism, quite clearly, in Islam. So in all the major traditions, is that you have that idea of a kind of hierarchy. So I would like to hear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that. 我认为，佛教当中呢，应该没有不平等的。为什么呢？佛教当中，就是男的也可以出家，女的也可以出家。 既然印度教有这样的话呢，那么印度教是它跟这个佛教就有一定的差别，就是印度原始的教呢是佛教没有这个出世之前的是存在的。
然后我们这个佛教呢，就是也不是这个完全是这个印度教。那么佛教当中，这个出家人，男的也可以出家，女的也可以出家。比如说像我在的这个佛学院的话呢，我们大概就是男的这个出家人呢，2000多人，然后女的这个出家人呢，就接近4000多人。 就是这是这个政府这个批准的，就是一个学院当中的话呢，那么就是就完全是这个女的这个出家人多。然后我所借助的，像那个汉地的一些佛教徒的话呢，就是也是女宗室多的，就是在家的这个在家有一个叫做居士戒，居士戒的话呢，就是男的也可以说，女的也可以说，应该从佛教的教义当中呢。 就是看不出什么，就是对迷踪时，就是有一种气势啊、蔑视啊，或者说是他是不准就是这样的，没有的，就这是在个人的一些行为，或者说是到一个社会的交流当中的时候，就是他的这个传统呢，就包括我们藏地的话呢，也有这样的，就是藏地以前就是。 男的是这个在家里面呢，就是比较这个强势，就是然后很多权利在他那，然后女的呢，就是她都比较弱，就是经常就是有一些这个传，就是向她服务的，那么男的女的都是佛教徒的话，那就是也是实际上社会的一种这个传统，就是并不是佛教的这个传统是这样的。当然现在这种平等的这种理念呢，就是有时有必要，就是有些时候可能是。 个人的人为的这种行为而来的，有些是可能社会的、民间的这个传统而来的，但这些传统的话呢，我想现在这个宗教的这个现代性来就是进行平等的话呢，就是非常有时有必要的。不过呢，就是从佛教的教义当中，我始终认为是，对女人有这种气势啊，就是对女士有一种被平等的待遇，就是没有的，就是这是。 对女人的就是个别的这个形象化呢，就是有一些直接的描述，就是但这个呢，就是并不是不平等的，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实践当中，其他的人也是一样的。